黄晓明与 HIBABY 好不容易公开恋情，但是公开之后两人就往死了高调，继世纪牵手还有密照吻照先后曝光后，两人的好友再发布两人多张爱的旧照到微信朋友圈，言语间似透露两人已经成婚。照片中可以看到戴上假发的 baby 盛装打扮，笑脸迎人站在蛋糕前，估计是出席生日会。另一张照片则见到西装笔挺的黄晓明手中捧着的 3D 蛋糕像极结婚蛋糕，上面有一男一女人偶穿着礼服，最最最重要是蛋糕上面除了写上祝晓明生日快乐之外，下款还赫然写着老婆。其实黄晓明跟 Angelababy 私底下以老公老婆相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这么高调的一波又一波的公开密照却似乎慢慢应验了媒体估计两人快要领证的猜想。而公开生日密照的那位仁兄就在微信写道，兄弟恭喜你终于真正被收了，终于公开了，动得我之前跟嫂子的合影还有你们的合影都不敢发，祝有情人终成眷属，说得这么白大家都收到了吧。